凉山雪，很爽，很凉山。然后之前在峨眉有试过峨眉雪啊，现在来到凉山试一下凉山雪。就是优酪乳，很浓的优酪乳，好像林凤营啊，好喝啊！现在在昭觉，其实从昨天到悬崖村就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啊，那跟之前去到甘孜藏族自治州一样，一进来这边所有的招牌啊标语除了中文之外，都写彝文啊。英文看起来很可爱，感觉像象形文字。然后该去逛一下他们市集，什么都卖。然后最妙是，蜂蜜好像都是那种用脸盆装的，然后是看起来就很像真的蜂蜜。然后里面都有蜂巢什么的，然后你要买多少，他再装到罐子里面称重再卖。然后昭觉蛮大的啊，感觉跟礼堂差不多大。然后是什么店都有，然后甚至还有共享电单车。那最妙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超多手机行的，中国电信啊，中国移动，超多店，光圆环那边我觉得大概就十几二十家店吧，超夸张。然后除了电信业之外，另外也是不知道为什么蜜雪冰城也开超多了。然后除了蜜雪冰城之外，还有盗版的蜜雪冰城。住了的特色穿着的披风，男生女生都有，不管是蓝色不是绿色，还有白色。然后另外的特色是背上都有那个娃娃，时尚配件之一。想要都来到这边呢，想要试一下这边有没有什么彝族特色餐，就找了一下大众点评，没有。然后刚在市中心绕了一下，大概绕了一个小时吧，因为没看到什么特色菜，都是卖一些什么川菜啊，还有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川菜。然后路上没什么特色小吃，每摊都卖一样的：炸马铃薯、炸香肠、热狗、蟹肉棒。对，不知道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每一摊都卖一模一样的，有些可能四五摊就在隔壁一起卖，卖一模一样东西，就什么都没买，感觉都不特别。前天去爬了悬崖村，然后昨天想轻松一点，在昭觉晃一晃，然后还发现昭觉没什么东西好晃的，然后也没什么地方好休息的，太吵太多人了，想要出来找个比较清幽的地方过夜。我看到一个路边休息站啊，然后现在是没在营业，但是还是有厕所，随便过了一夜，哇，一样海拔3100多，也有点冷。但昨天晚上大概到零度啊，那现在好像不知道已经习惯来怎么样，觉得零度都还蛮温暖的，而且也没有高山症耶、yeah. 然后早上起来不知道怎么头发变超卷，今天出来第四天呢，然后前面三天都没洗澡，头发超油。然后前去爬那个悬崖村，满头大汗，也还是没洗。反正今天刚好来到这边西昌的健身房，然后去练一下，顺便洗个澡。然后前天爬的悬崖村爬完，哇，小腿超酸，所以今天可能只练上半身吧。
时常是唐元。感觉健身房器材蛮多的、啊，然后在大众点评上面只要9.9元，超便宜的。我想现在这边因为像是去穿新的人啊，所以晚上都没有开电热毯，所以电好像也没好那么多，感觉好像不见得去住旅馆嘞、欸。如果接下来地方都有健身房的话，好像可以到健身房洗澡就好了，也不用去旅馆充电。我只在川西的时候，川西那边根本就没有健身房，至少在大众点评上面没看到。好像在德国有看到过一间，可是大众点评上面没有，但只在路边间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有没有开。希望接下来路上这些停留的城市都有健身房。是。经过一间凉面店，还是凉粉店，我不知道。我看到一个没吃过的东西，油茶。然后点的时候，我要吃甜的还是咸的？然后我点甜的，感觉下面是面粉啊，还是某种粉加水搅搅变成糊，然后上面再撒，很像油炸的面条，那感觉就是点心吃粗饱的，碳水加碳水。爽。